世界达到了网络世界中百货的封馆特卖手法，在网络世界也上演。因为这次国内的网购龙头再出手，也举办起110个小时不打烊的特卖会，最便宜的专柜保养品只要2.4折起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买，只有80多万名的受邀会员肯用自己的账号进到这隐藏版的特价网页。VIP 觉得受重视，百货公司封馆不做其他人生意，这模式网络购物竟然可以模仿。哇，网络封馆哎！收到通知，马上试试。果然用隐藏版的特价网页，网络购业者邀请20万名 VIP 才能买到这21个专柜的特价品。第二等级60万名会员享受的是开架式的化妆品，比一比，光是这一组日系式的凝露组，隐藏版卖1650元，和没受邀的一般版比较，便宜了330块，而能不能选购隐藏版，关键在这里。不是有账号就有机会，必须在网络消费才能进得了封馆。不过转寄给其他亲友就好了，不行，业者已经做好拦截。这基本上还是有一点数量限定，所以还是希望消费者能够尽量赶快来选到自己喜欢的东西。第一次有网购办封馆，专柜的隔离乳特价360元，等于打2.4折，是美妆馆最低价。开价商品亮眼组也打了5折，开放的这110个小时，预计会为这新奇的美妆业绩多充3到5成。百货公司有大排长龙的来店里，网购也模仿来站里，每天提供100份邮寄到家，把会员一分为二的新鲜玩法刺激消费，也开启低价彩妆的新战场。新闻刘忠明、王诗雅台北报道。